各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大家午安。本院委员林淑芬等14人，针对行政院环保署日前提出开发行为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细目及范围认定标准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新增了第25条第6项及第27条第4项规定，新市区建设以及拆除重建、整建复兴或维护保存等旧市区更新，位于已实施政策环评之都市计划，经该政策研体机关认定符合政策评估说明书者，免实施环境影响评估为查。这个环评系针对整体政策方向之通案评估，政策环评是对通案的评估，无从对个案开发行为之具体内涵为审查，亦无从给予个案开发行为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的机会，上开修正无意纵容开发单位规避较缜密详细的个案环评。